我要牛奶，转转转。哎呀，怎么是咖啡呢？嘿，该我了，饮料转盘，转转转。耶，是可乐。小贝居然把我最喜欢的可乐给转走了。饮料转盘，你要给我选一个更高的哦。什么？白开水？我的奶瓶饮料一定是最难喝的。也不一定啊，我们快去转下一轮的东西吧。这一次我要先转，我要加芒果。天哪，我转到了最酸的柠檬。也不错啊，柠檬水我还挺喜欢喝的。接下来该我转了，转转转。最臭的榴莲。谢谢你小贝，这下我不用担心自己转到榴莲了。哼，可乐加榴莲说不定很好喝呢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转到什么。水果转盘，转转转。哇，芒果我喜欢。咖啡加芒果会是什么味道呢？管它什么味道呢，我们还得去转下一个物品呢，快走吧。这次该我先来了吧。冰淇淋球和我的可乐是最配的，我要冰淇淋球。哈哈，居然是跳跳糖。小贝，你的奶瓶饮料一定是最难喝的。才不会呢，大宝，让我看看你能赚到什么吧。当然是冰淇淋球了，我赚。怎么是薄荷糖？柠檬水里加薄荷糖。大宝，你的饮料才是最难喝的吧。一定不是我，还有小雪呢。我也想要冰淇淋球，这次一定要赚到。啊，真的是冰淇淋球啊，太棒了。食材都转完了，我们快去制作饮料吧。咖啡、芒果、冰淇淋球我放。该我了，可乐、榴莲、跳跳糖我放。白开水、柠檬、薄荷糖我放。嘿，去品尝饮料了。喵喵喵，哇，好好喝。我的最好喝，我们的最好喝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们谁的饮料最好喝呢？快发送你认为最好喝的饮料编号告诉我吧。